我才是老大。让开，我才是老大。终极一般三养眼画面大公开，为了一场淋浴戏，王大东要脱了。不过在脱之前，为了跟凸显肌肉线条，咱们大东哥在拍摄前抓到空档就健身，数十个伏地挺身做完，还接着拿起灯架当哑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才行完成，马上洗澡去。蛮青涩的，你们洗澡都这样。洗玻璃。洗背后。洗背后。洗完澡，汪大东马上要来会情人。是会好搭档金宝山，不过这回金宝山像中邪一样，竟然要王大东的命。而金宝山、王大东两人过招，看来某人下场还是会一样惨啊。如果这样借问，借问这样就好了。OK 啊，好，好，那能碰到头发应该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没人打的。好来，好来，接个打掉。不能短扣。光带对不对？来，走。两位全天下的少女、妇女、熟女、金童女。老丑金宝山，为什么你要为全天下女生报仇？我是一个很好，我是好爸爸。他就要问全天下的妇女们，因为有，我还没有问呢。不准插嘴。5、4、3、2，金宝山你请啊。我谢谢。真的打到，还是逃离不了。真的打到，他本来是不打我的。嗯，刚刚那边对对没打到姿势对半天，就最后还打到。他故意的，没有，是不小心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而金宝山又到底哪来的胆，竟敢对大东出手？敬请锁定晚上9点播出的《终极一般三》喽。